放入锅里。仙女，等会儿呢，马上就要去，我们就要去到秀场了。然后呢，今天的这场秀其实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，特别有意义。之前呢 ，Fendi 在中国做的一次大秀呢，是在12年前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还是一个小学生，现在呢，就是，已经长大成人了。现在我已经24了，对吧？然后12年之后呢，我也很有幸的，就是能够成为这第二次大秀的一个见证者。然后呢，他也是在我家乡，在上海。And then you turn this way. Okay. You walk.今天呢，其实我会走这个开场秀，然后作为这个开场的第一个 model， 然后出来，来这个展示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一次这个系列。这次的衣服呢，也是。卡尔，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老佛爷，和这个Sylvia， 也就是 Fendi 的第三代传人，也是这次的总的设计师，让他们一起创作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系列。所以呢，这一次走秀呢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也非常大。然后对各个其实时尚界的朋友来说，这一次的秀，这一次 Fendi 的这次的系列其实也是特别重要，然后也是致敬卡尔。希望呢，就是今天能够完美的表现，然后让大家看到一个 model 徐维洲，加油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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